我们现在呢在颐和园的馅饼店，对，然后点这个牛肉馅卷饼，好，卷饼，卷饼好像很好吃哦。听说他们的招牌，真的，他是做40年诶，没错，好屌哦，比我们还老。我学生时期都会来这里吃。好，我们来吃吧。他说啊，里面啊有葱，然后还有肉，以及这个卷饼应该很香。哦，嗯，它里面好像是他们自己的特殊酱汁哦，而且它的牛肉很嫩哎，嗯。我第一次来吃这间店，我也是，嗯，你很满意，嗯。如果早餐当这个吃的话，很幸福哎，真的，而且超饱，因为整天心情都很好了，好吃，真的，嗯啊，好吃。刚店家说配这个小鱼干，这个配一下这个卷饼。好配得吃啊！对，他刚刚说配得吃。那我想要先这样。嗯，哎，真的不会，真的不会辣耶！而且我觉得好好吃，我没吃过这个东西耶。他们两个配在一起超好吃的，很搭。嗯嗯，哎，这好酷哦。嗯，不愧是店家推荐的。我觉得好好吃，我超爱吃小鱼干的，我也是，真的很好吃，超爱。我就喜欢这样子吃，这样全部夹在一起这样吃，好像很专业哦。对啊，嗯，哇，一口满足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厉害的是那个卷饼的那个饼皮的部分非常的 Q 弹，就外酥内嫩这样子，真的很好吃。这应该是老饕吃法的，嗯，真的，这店家教我们的对吗？嗯，对，好好吃哦，好幸福哦，再配再配。